人负责先生的小妹。好，你好，我是负责买买的侯金，要拆一个中通快递。哇，包的好干净啊！到底是什么好东西啊？有冰袋儿。对，鲜的。好凉啊，这个。是呀，现在还凉凉的。上面写了一个鲜，我看一下什么。哇，蟹肉呀！蟹肉棒，这个是保质期是50天，没问题。然后原产地是韩国的，这个储存条件是0到10度，啊，没问题啊。这里面有冰袋的。这生的还是熟的？我看一下。哦，可以直接食用的。开封后尽早食用。对，这个食用方法上面写了，可以拌蔬菜或者做寿司、三明治什么的，也可以当早餐，然后也可以当下酒小菜或者是当零食直接食用。哇，全是肉呀！这是螃蟹肉吗？真的？不可能吧？螃蟹肉会有那么多肉吗？超级松软的是吧？全都是白的呀！一层一层的，一嚼就碎了。我天哪，怎么会这么松软？超级软。吃起来的话感觉没什么味道，但是它又特别好吃。我说它没什么味道是因为它里面没放什么调料啊，什么都没放。对，感觉像清蒸的一样，只不过把它做熟了。但是它这个蟹肉本身就特别好吃。我天哪，等你把那个薄膜撕掉给大家看一下来，然后慢慢撕开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感觉这个蟹肉就是一层一层的是吧，是不是特别松软？对，不行，我得拿一根尝一下。吃吧吃吧，看得我都有点流口水。如果让旁人看的话，真的会流口水的，因为太好吃了。你看，我只要这样捏的话，感觉就像捏那个蟹腿一样，是吧？你看，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就这样，表面真的和那个螃蟹一样，表面也是红的，是吧？里面是白的，它这里面可能真的没有放什么调料，是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就有那么一点咸味，其他的味道。对，我感觉只放一点盐，然后把它做熟了。但是呢，又那么好吃。给大家看一下，看这样，撕开，哇，就这样，全都是肉呀。有没有勾起大家食欲呢？看这白花花的一层呀。鲜嫩嫩的，感觉比鱼丸还要好吃。对，平时你都是最爱吃鱼丸的是吧？是的。这也算是终于买到了一个我们两个都喜欢吃的美食了，是吧？不过这里只有3包啊，怎么分呢？是吧？你包我一包。也是是吧？那包就吃完了。已经没了吗？有吗？没了，还有一个。哦，还有一个是吧？吃了吧。真的很不错的啊，这个。如果大家喜欢吃这种海鲜一类的，或者是蟹肉一类的。先拿来尝一下，里面感觉没什么调料，但是真的很香，很美味的。好了，它可以搭配很多东西的，比如说你也可以当那个凉菜吃，或者是你做寿司啊、三明治啊，都可以把它夹在里面。蘸点番茄酱啊，都可以。对，那剩下两包我们就慢慢吃吧，好吧？一次吃完了，那就没得想了，是吧？那好了，那么今天这个蟹肉啊，就先吃到这吧。好了，一下我是林娜，记得点个赞、加关注。如果你们想让我吃什么或者玩什么的话，记得。